哇，你这车也太小了吧！坐你一个还不够吗？那就说好了，以后只能载我一个。如果像小小的摩托车只能有一个人的位置，那么我心里最好朋友的那个位置一定是他。他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，给我安慰，带我走出阴霾。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记录生活。我坚定地认为我们是彼此独一无二的朋友。直到喂，谁啊？我闺蜜回国了，走，一起去玩。她知道她家的密码，我们来了。他们也一起拍过很多照片，他们也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我可能真的很自私吧，突然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独一无二的。我们去吃饭吧。好呀，哎，去吃你最爱吃的地锅鸡。原来，哦，那我打车去吧。那边见。好，拜拜。他的小摩托真的很小，小到只能载一个人。